40岁陈乔恩公布恋情，艾伦黑料曝光，结局反转出人意外。12月2日，陈乔恩晒出与艾伦的背影合影，回应恋情质疑，称据悉艾伦名叫曾伟昌，来自马来西亚，从事健康产品研发工作，同时也是一位画家，家世显赫，自己坐拥三座庄园。此前与陈乔恩在马来西亚约会之时已经透露过家里意境，确实是豪富，而且黑料内容粉丝整理的真的是很全面，图文并茂的很是生动的，不知道乔恩看了是什么想法。点赞的那些图片和互关的那些私密用户来看，男方的品行确实不太好，家里开传销公司，还花钱通稿营造自己富二代的形象，最重要的就是撒谎被拆穿，跟在节目中营造的形象忠厚老实是完全不搭边的。没想到乔恩公布恋情却引发粉丝脱粉，终于可以理解粉丝的心情了，爱豆找了个颜值一般的对象也就算了，私底下品行这么差，人设立的这么虚伪，不知道乔恩到底是怎么想的。40岁的陈乔恩，不知道这段恋情最终结局。